你的第一个诉求是，我希望我们不要成为积极的懒人。积极的懒人是什么样？首先，积极是一个比较正相关的词语，然后懒人呢是一个贬义词。但是呢，现在的生活中很多的朋友都是只会定那个计划，但是他没有去实行，就是口头计划。然后我希望，如果我跟我的女朋友，我们可以去相互的制定小目标，然后一个一个彼此去监督，这样的话，一个对于感情来说也是一种见证和一种沟通。15号啊，男嘉宾你好。我理解积极的懒人就是我给自己设置了很多的目标，然后其实这些目标都没有完成。然后我觉得你把这个列为你的第一条，你刚刚也讲了希望和你的女朋友互相监督，是不是你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，非常在乎目标就一定要达成？上进肯定是要有的呀，但是呢这个目标呢是一步一步的，比如有小目标大目标，每个目标是不太一样的，但是如果两个人有督促的话会有更好的完成效果。好，谢谢。小黑，哎，男嘉宾您好，就是您这句话，我其实可以理解为概括您对女朋友有两个要求：第一，上进心；第二，执行力。就这两个词儿太熟悉了，就是公司里面经常听到。那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放松一点不好吗？又要有上进心，又要有执行力，我下班了。这可能是我自己的性格吧，我觉得我喜欢跟一个积极的、有能量的人在一起。问一下，上进心和执行力是你对女朋友的要求，对吗？没有要求，就是我们每个人最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，会让我们的生活会觉得更幸福更愉快一点，是这个意思。希望和要求还是有区别的啊。